在火中的男子。听说这个机枪哥重做了，所以说我今天来看一下轰天雷发射器。哇，还是很帅的。现在轻机枪就变成他的主武器了 ，DP27， 7.62×54，康康，瞄具，哎，刘斌，我看看这个瞄具是怎么样的。好的吧，哇哦，这个是。机枪哥，轰天雷，牛逼！哇，这个样子还是很帅的。首先呢，我们给人质啊改下他的血量，这个0.25，确定人质的血量是150。然后搜索一下减少的数值，然后未变动的数值按 change， 再来打一下。不要伤害人质，搜索一下，来140，这就是人质的血量。9999，你已经获得了无限生命。那么呢，接下来改自己的血量啊，自己的血量是120。我打一发在自己脚底下吧。哦，啊，快跑！64，好的，现在生命值是84，60+20就84了嘛，然后这两个其中一个就是生命值了。好了，9999。好了，已经无限生命了。Hostile insertion, prepare to engage.现在我是有三发子弹，两发，一发，零发，然后现在在装弹，一发 ，OK， 这其中一个就是了。我们来欣赏一下这个孩子这里面壁思过，咱们来探口人质吧。这里塞了三个人，可以很强。哎呀！等等，在下面直接烧死了。是的呀，你看，
enemy overwatch has this area covered, fall back. Hostiles neutralized.看这里，哇，这里，这个地方蹲了三个人，拜拜，这里也蹲了三个人。 在火中的男子。 哇，三个人。